哎，我才是王杰啊！对，我叫八哥。哎，你们怎么乱睡床位啊？不要乱睡嘛！没有啦，因为他的脚不方便嘛，这样换他比较方便嘛。小姐，你到现在搞不清楚啊！我跟他长相差这么多，你会认不出来吗？哎呦，我真是 IQ 零蛋的你。 喝水啊！嗯，来帮你倒。好，谢谢。哎呀，哦，里面没有水了。时间也差不多，我要上班去了。我下班回来再看你，我会记得带矿泉水给你喝的。好，好，谢谢，再见。哎，你交女朋友干什么？啊，不是啊。 我干了好辛苦啊，每天下了班就来睡觉，今天早上又上班去了，然后下班又来，已经2个礼拜了，还要穿那套衣服。哎，我是叫他回去就要洗个澡再来。啊，他的女朋友蛮辛苦的。也对，天气慢慢热了。哎呀，哎，你的脚怎么了？我的脚啊，嗯，哎，说来话长，就像个梦一样。 真是一场游戏一场梦。哎，蛮好听的这首歌。哎，这首歌已经好流行好红了，现在已经不红了。没有，现在是他的背影更红了。哦，对。哎，那你的手是怎么搞的？我的手啊，嗯，哎，前段时间不小心摔伤了，骨头断了。真的？对。哎呀，这是我看看，我跟你说难兄难弟啊。哎呀，我们干脆签个名留念好不好？你签我的，我签你的。嗯，来，你的脚可以放在我大腿上。 你那边比啊？有，我有一支笔。哎呦，对，已经很多人都签过了。张雨生啊，哎，该签的都签了，所有的红歌星啊，红明星啊。哎呦，哎，就差你没有签。来来来来，来，我签。换我了。哎，王杰，八哥，哎，谢谢谢谢，来，小心点小心点。我在想个事情啊。哎，行行行行，啊，没关系。我想这个。 我的腿不方便，每次要出门的时候啊，就是要爬了半天。啊，你个手不方便。嗯，我们换个床好不好？子啊？哎，也好吧，对不对？没关系。哎，你反正这个脚很方便嘛。对，说的也是，这样你比较方便出入嘛。哎呀，王杰，下了。哎，我才是王杰啊。对，我叫八哥。哎，你们怎么乱睡床位啊？ 不要乱睡嘛！没有啦，因为他的脚不方便嘛，这样换他比较方便嘛。小姐，你到现在搞不清楚啊！我跟他长相差这么多，你会认不出来吗？哎呦，我真是 IQ 零蛋的你！哎呦，刚刚我睡得好香啊，那不晓得有谁唱歌一直在吵我，他还睡不着。我们干脆休息一下好不好？我们再睡一会儿。我今天也没什么睡得好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呦，啊，我的手啊！哎呀。 早点睡吧。居然敢捣我晦气，我让你们倒霉！哦，被我找到了吧，八哥啊！我就来拔毛。我打！哎呀！打！喂喂喂！你们干什么啊？ 对，打错，哎，受伤了，快叫救护车，快！哎，不要叫，快点叫救护车干嘛？我告诉你，这是医院，救护车在楼底下。哎，被我找到了，就是他，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打。真的是一场游戏一场梦，而且还是一场噩梦啊！打他脚。